是拿手机投屏看，别人怎么看我就不清楚。月下开始还行，但我觉得后来这个节目有点变味儿了，基本上和其他的综艺几乎是没什么区别了。现在更多的人他不认为你的这个音乐性玩得有多好，你就是一个很牛逼的乐队，那么更多的这个人群他所指向的是你这个乐队上了月下你才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乐队。我操，这个事儿我很吃惊，玩了这么多年了你不知道这俩乐队，那你不是有点扯了吗？不要因为现在这个事儿你弄得好像觉得自己什么都明白，你摸摸了解你真正关注过这个东西吗？月下本身就是一个综艺性的娱乐节目，摇滚乐它是前卫时髦的，所以很多人都在消费它，这都很正常。但是月下只展示出了中国摇滚乐的局部，还有很多风格，很多好的乐队他们都在全国各个城市的 live house。 从根上说吧，这个乐队夏天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娱乐性的节目，跟摇滚乐其实可能没什么关系，我觉得跟乐迷也没什么关系。其实乐迷只是被动性的接受这些乐队，被动的去高兴，被动的去摇头，被动的去喝酒，享受这个所谓的那个摇滚乐。我觉得这节目本身就是一错，创造这节目人，然后给这节目他妈的创造了一规则，然后大家都在这规则里玩，这本身就是一错，这跟摇滚乐就没有任何关系。摇滚乐本身就是一个他妈打破你所有规则的这么事儿，但是你给我定了一规则，这还是摇滚乐吗？这不是摇滚乐。这节目反正我觉得有利有弊，然后但是节目之后也发现有好多乐队可能就是一门心思的，他就想上月下。那作为一名后摇，没啥大影响，看节目组呗，没准他觉得今年说这后摇是不是一个点呀。月下一二之前看过那么一部分，也是为了看看一些老朋友吧，有些后来一些年轻乐队，当时就觉得乐队夏天他本身邀请的乐队吧基本上也都是偏主流一点，像咱们这种带有攻击性的这种重金音乐总是觉得不是不太对路。当然了，人家可能也不太考虑邀请像咱们这种类型的音乐，有一定的煽动性吧。但是我觉得月下可能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太好的一面，就是让现在有很多年轻的乐迷或者一些年轻的乐队造成一种误会，就觉得可能乐队要想在音乐之路上走出一些成绩来，就认为只能去找目前月下上成功的那几个乐队，那些音乐风格越发使咱们的这种重型音乐显得更为小众，更为受到了冷落。金属乐包括重型音乐也是摇滚乐的一部分，如果有一个平台可以推动它在中国的发展，我相信很多乐队包括我个人都会支持。万一人要就想让我去呢，对不对？就是导演组节目组什么的啪给我拽电话说，耗子你有空吗？你过来这儿玩一圈，对不对？让你乐队涨涨价，对吧？巡演你说你也能，对吧？价格翻个倍什么的，上音乐节什么的，那我肯定让我去外去啊。好像有人叫过咱们，然后其实我们其实当时挺想上的，但是就我内心是挺忐忑的。然后我认清这个东西是娱乐性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太大必要了。我只想按部就班的去生活和玩乐队，把我这些东西然后输送给我觉得能够理解我们的人，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初衷。你始终你要知道你自己把握的是什么，这才是摇滚乐，而不是说你被别人利用之后然后把你变成现金或者把你变成流量之后你才会干什么，才会拥有什么。挺大一挑战，我觉得他妈就是我操，连干呀，我们哥几个能不能玩过你节目组，我操，我们不想被玩，我们能不能玩过你？有很多朋友也建议过你们会不会去参加呀，觉得还是不太适，因为在之前也出现过相对来说有些重的元素的乐队吧，好像被剪得支离破碎，似乎也不太受节目的待见，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还是别去自取其辱了吧，就让更多想通过这个途径迅速的达到一定的曝光度也好，或者迅速的想走上成名之路的那些年轻乐队或者甚至一些老乐队，就让他们去尽情的展示吧。像咱们呢就依然在咱们自己的土壤里边，让咱们野蛮的生长。我觉得怎么说他不可能会让我们满意的，对吧？因为毕竟就是他让大众，他让大部分人满意就行了，像我们这种小角色对于他们来说你满不满意在他们那根本不值一提。怎么说，现在很多的孩子就说他们再去就是接触摇滚乐再去组乐队搞这些东西，他们并不是为了精神，真的跟摇滚乐没有完全的关系，就是单纯的就是为了月下，就是为了可以上这么一个节目然后出名，然后就是走上人生巅峰，他们现在为的就是这个。
跟之前就是我们那批想法完全不一样，这可能也是他们做了成功的一个，因为他们真的影响到了一批年轻人，这可能也是悲哀的一部分，因为就是怎么说不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啊。希望就是月下能多推一些更加丰富的音乐风格，就别局限于这些软音乐吧，也来一些爷们点的音乐。这个节目满意不满意对我个人来说谈不上，但我想借舌头乐队说过的一句话，摇滚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原来玩金属，知道里边的风格特别多，那今年是不是能出现一只黑金属画着脸的那种，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能出来的话好多人应该挺爱看的，挺出彩的。但是我觉得不能完全靠这一个节目，对，有机会就上，没机会你正常的该干嘛就干嘛，心态要放平。它本身又不是什么摇滚的夏天，或者是金属的夏天，摇滚乐的夏天，让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期待吧。踏踏实实在地下造咱们的，玩咱们的。